that it is airborne, that it will affect young people, and that it would be contracted because it is airborne. And they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and they didn't tell you. Lost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Joe Biden never fought it. Joe Biden has been a cheerleader for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东区法院时任裁判官何俊尧早前审理多宗反修例示威案件的裁决和判刑引起争议，有人向司法机构投诉何官，认为他对案件的评论和裁决偏颇，并且判被告无罪或者轻判。 司法机构星期四表示，总裁判官经深入了解阅读每宗案件裁决或者判刑理由的录音藤本之后，认为八宗投诉之中六宗唔成立，其余两宗因为律政司正系申请复核刑期，司法机构会押后跟进。喺六宗唔成立嘅投诉之中，其中一宗案件涉及三个被告喺立法会会议厅范围内逗留时未有遵守秩序罪成，何官当时判处三个人各罚款1000蚊。 投诉人认为系轻判，又话何官判刑嘅时候话三个被告未来必定系社会栋梁，应该保留有用之躯。不过总裁判官指出，何官喺口头判刑嘅时候已经说明咗量刑嘅基础。至于佢量刑嘅时候所用嘅字眼，根据前文后理，系指三个被告作为大学生，本具有用之躯同埋有条件作社会栋梁，警惕佢哋如果为咗表达意见。 犯下比较严重嘅罪行，可能面对刑期唔短嘅监禁。因此，总裁判官认为何官嘅言论冇表达任何行政治倾向嘅立场，亦都冇表面偏颇嘅情况。另一宗案件，何官裁定两个被告袭警罪唔成立。投诉话何官喺裁决理由之中斥责警员证人态度轻佻同埋蔑视，作供嘅时候犹如置身平行时空，同埋以大话冚大话。 不过，总裁判官指出，何官系喺分析呈堂影片嘅时候，指出警方证人喺案发现场以轻佻同蔑视嘅态度向被告人讲嘢，而唔系针对警员庭上作供时候嘅态度。而何官当时亦都指出，两个警员证人描述嘅事件经过同呈堂影片显示嘅截然不同，情况就如辩方陈词所讲，警员好似系描述紧另一个平行时空。 总裁判官指出，裁判官有权按席前嘅证供就住各个证人嘅可信性作出评论同埋裁断，而何官嘅裁断同分析系以案中嘅证供作为基础同依归，冇表达任何个人或者带有政治倾向嘅言论，亦都冇出现针对警务人员表面偏颇嘅情况。 总裁判官喺总结嘅时候提到，律政司冇就呢六宗案件嘅裁决或者刑罚以判刑过轻、原则性犯错、法律观点出错或者表面偏颇为理由提出复核或者呈请，认为同总裁判官对有关投诉嘅结论吻合，又强调案件嘅裁决同判罚系裁判官经过独立断案而作出嘅司法决定，总裁判官唔适宜，亦都唔会以行政职能干预。 你哋已經超過咗四個人啦，多謝你，我哋圍翻多門，多謝你，多謝你，好，唔該曬你哋，好，呢一度照到，快用緊啊嘛，你哋等住瞓咯，快啲啦。 我哋去到琴晚凌晨就係有18宗嘅個案啦，咁其中有4宗係輸入性個案嘅，咁有13宗係同其他個案相關嘅個案，同埋一宗係暫時未揾到源頭嘅個案。咁嗰4宗輸入性個案咧，個案編號係51452啦，就係俄羅斯抵港嘅空中嘅工作人士啦，咁佢係10月5號抵港嘅。
5146呢就是印度返港的人士啦，在10月6日抵港。5147呢就是特尼斯抵港的，经过土耳其返香港的，在10月6日。5162呢就是印度过来香港的海员，咁佢係10月4日。就我哋嗰13宗相关个案啦，咁第一宗係5148啦，咁佢就係喺9月23号都係去过 China Secret 嘅，同啲朋友。咁另外呢，佢除咗去过呢度呢，喺9月30号呢都去过金马伦道另外一间酒吧嘅，咁喺金马伦道中心三楼嘅一个金鹰舞嘅地方。咁都係有啲朋友嘅，咁啲朋友都有初步確診嘅個案啦。咁其他我哋揾得到嗰啲呢都係盡量幫佢做測試或者送入去檢疫中心嘅。就佢就10月1号開始發燒啦。咁另外5150呢就係、是、之前個案嘅屋企人啦。咁佢係我哋安排佢送入去醫院係接受測試嘅。咁都係一個陽性個案啦。咁另外我哋有11宗呢就係、是、同國寶之家相關嘅個案啦，都係國寶之家嗰啲喺度住嘅住宿嘅人士啦。咁個案編號係5149去到5149啦，5151直到5160，咁呢11宗個案嘅個案，大部分嘅人士呢都係我哋嗰、那個因為同佢哋流口水測試呢就揾返出嚟嘅，咁大部分都係冇病徵嘅人士，咁有少部分係有少少唔舒服啦。咁另外佢哋所有嘅人士呢都已經送咗去檢疫中心㗎啦，咁係送咗去，有啲喺薄扶林，有啲喺樟木頭啦，咁其他啲工作人員呢就送咗去檢疫中心。咁另外我哋有一宗呢就係、是、暫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啦，咁佢嘅個案編號呢就係、是、呢、這個5161啦，咁佢就係一個男士啦，65岁啦，咁係住喺北角蔡西湖大廈6座咁樣嘅。咁佢平時退咗休啦，咁所以平時都比較注重健康啦，咁差唔多隔日或者日日呢都會去呢個健身中心嗰度呢係參加一啲班或者係做啲健身嘅。咁佢主要都係去銅鑼灣或者合和中心嘅 Fitness First 咁樣啦，有時自己去，有時同太太去咁樣啦。咁其他啲活動就冇咩特別嘅，有時喺屋企食飯，有啲親戚朋友即係幾個咁樣啦，或者去啲在潛伏期去過一些餐廳吃飯，但是就不是說很特別的地方這樣。